上一次我们迫害了根除者，今天我们来迫害霸王家。论霸王家有多少种死法，大家觉得哪种最残忍呢？ What？ 还没看呢，谁知道哪种最残忍呢？一，爱吃樱桃的霸王家。二，立志当排雷手的霸王家。三，被复仇的霸王娇。四，被毁灭的霸王娇。五，一不小心走进未知空间的霸王娇。六，走在乡间小路上的霸王娇。哪里？七，被卧底炸掉的霸王娇。八，被单杀的霸王娇。九，被小朋友欺负的霸王娇。十，妄想干掉根除者的霸王娇。